成功了，我们活过来了。对，看到你了，好亮啊！这个光真的太棒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着要去下龙湾的最后一站。Finally, we reach the top of here.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coming and giving us a chance to take care of you. Yeah! 马来西亚奥特曼喊干杯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跟下龙下龙湾说再见了。现在我们要下船了。哎、欸，有台湾的、欸，中华民国看见了没？大陆人看到又要气炸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哎、欸，拍，再给他们拍一下台湾的国旗啊！怎么样？真要拍哎、欸！降魔啊，降龙尊者驾到！啊，刚才那个塔呢？导游说里面一年只会敲三次，一次是。农历新年，第二次是佛教节，第三次就是他们的重要的政府人员就职。观世音殿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呀，有站的。哒哒哒哒哒。